什么是军民关系？军民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。水要是没了，鱼肯定得死。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？我们的队伍为什么能够不断的壮大？为什么敌人的无数次围剿，我们都没有被消灭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，所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手枪队发生的事情。 是我们整个中队的耻辱，每一个人必须引以为戒。这件事情，我希望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以后如果有人再犯，谁求情也没有用，必须杀无赦，解散。 我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，跟我过来，黑仔。 我们知道错了，黑仔，我们不会再犯了。那你们俩撞过去吧，撞过去。黑仔，你要干什么呀？ 黑仔，咱们这是革命队伍，不能打麻将，有你不明白吗？现在要教训阿强、阿彪的，是他们的大哥刘黑仔，不是手枪队的队长。别管，你们现在都是有组织的人，你们竟然还出去偷东西，干不了是不是？ 偷，偷不偷了？黑仔，我知错了，不会再犯了。让你们偷，让你们偷，呆知道，以后我们不会再犯了。黑仔老大，家法办完了。 阿强、阿彪，你们俩赶紧到医务室去上点药，记住得趴着。快去吧。 我刚才差不多一人打了他们10鞭子，小弟犯错了，大哥一样要挨罚，得双倍的罚。20鞭子，你来，黑仔。哎，我现在可不把你当指导员啊，我把你当兄弟。来，兄弟。 刘锦进，你胡闹什么呀？哎，阿彪，阿强。 黑仔。
来，哎，我还是不是你们队长了？我。 经验，我也没跟别人上过药。哎，你们俩就将就将就啊！酒精消毒。啊！有那么疼吗？啊！忍忍吧，谁让你们俩偷东西了？我说黑子，以前钱老师打我们，都是用尺板打我们手背，你倒好啊。 下手这么重，你把我们当成鬼子啊？就是嘛，这么多鞭，还不就是偷个鸡？你没偷过鸡吗？你小时候还不是带着我们偷牛？你还想偷牛啊？来游击队这么长时间了，还忘不了原来干那点破事儿。那些老黄历别再提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偷牛，下次就不是这几鞭子了。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走了？ 咱们再说以前那些事儿，啊！要是被人没来该多好，搞不好现在我已经是个老师了。可不是嘛，没准儿我现在啊，开一个水果摊儿，咱弄他一个饭馆，娶了媳妇儿，生了好多个小阿彪，挺好的嘛。<笑>阿彪，说什么媳妇儿的事儿啊？这不是在刺激黑菜吗？ 啊，刺激我？他娶媳妇儿，我受什么刺激啊？本来就是啊，他娶了媳妇儿，你又娶不到安娜，这不是刺激是什么？哇，你还想着人家？你如果真娶不到安娜的话，那是心里的痛，比我们被抽鞭子更痛。没想到你还担心他死活。什么呀？什么死活？活不了了还？ 有什么好受刺激的呀？不就是娶不着媳妇儿吗？谁娶不着媳妇儿啊？游击队这么多女孩，哪个不能当我媳妇儿啊？队长，我……哎，这么巧，天意呀！什么？什么这么巧？啊，那个，刚才那个阿彪，你跟他说什么？ 不是说娶媳妇儿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你们干嘛呢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那你过来干嘛？指导员叫我来叫你。你说吧。他有事要跟你说。那我得跟指导员去说呀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 你说这女孩也够逗的，看着你们俩没穿衣服，怎么就跟没看见似的？这挺好的，我不常常没穿衣服吗？哼，你喜欢是不是？行，那我给你们俩介绍介绍啊。哎呦，哎，是可以啊，给我介绍介绍，打完仗之后，跟我生几个小阿彪，也挺好的。不会吧你？ 就他，站住！什么人？是我，把枪收好。哦，米姐。哎，队长他们怎么样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看他们身上怎么都是伤。阿强和阿彪偷了地主家一只鸡。 然后队长就打了他们，打完他们，队长还想叫人打自己，该打。为什么？不就偷了只鸡吗？而且刘黑仔还是队长呢，别说是队长了，就算是司令，一样得罚。可是那个人是地主啊，不是说打地主分田地吗？天天，是，现在不管是谁，即便他是地主。
只要他能帮助我们抗日，我们就必须团结，这叫统一战线，每个战士都必须牢记。是。佩珍姐也不这样，有点不适应。慢慢你就适应了，去吧。是。还有，岸上不要随便跳出来，记住了。是。哎，上过培训班就是不一样。东条先生，他什么时候能带你去见刘黑仔？他很相信我，我再催一催，就在这两天。一定要快。哎，糯米鸡兄弟，哎，回来了！这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哎呀，着什么急呀你？没事，我这就是皮肉伤。我和你一样担心。你说伤着个人是小，这要是耽误了执行任务，就是罪人了。这交通站也被毁了，我腿又受伤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跟我走吧。找队伍去，找海陆丰队伍。那不成，我这出来这么多天了，杳无音信，家里边不定怎么着急呢，回头再以为我当逃兵了。我不干那事儿，丢人。那，哎，我又不能替你回去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现在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，赶紧见队长，见兄弟们。兄弟，你一人回去，路上出点什么意外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糯米鸡兄弟，你要是觉得兄弟我可靠，我送你回去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这命都是你救的，我还信不着你。咱现在就走。现在啊？就你这腿？哎呀，别管那么多了，任务要紧，赶紧的走啊。好，咱这就去。走走。慢点慢点兄弟。你说你都这样了，还走这么快？着急呀！急什么呀？那兄弟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雇辆车去。行，你去吧。哎，不是，这，哎，兄弟，你再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闭嘴！你好，尤其是这一带。报告队长，外面有几个人找你。什么人？麦剑锋。阿峰。让他进来。是。黑仔哥，你来什么事儿？好事儿啊，这么久不见了，我不能空手而来啊，一点点心意不成敬意。我把糯米鸡和阿比给你带来。
他们到日本人那里出卖了你们，供出了交通站。不可能，糯米奇不可能出卖我们的。黑仔，你别相信他。阿峰，你做得太过分了。叛徒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不觉得哪里做得过分呢。而且他们不仅出卖了你们，还把你们这次的行动计划告诉了东条。看来你和你那个美国朋友不能走原定的路线了。飞行员在我们手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没人不知道啊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把美国人带走。我要是不给呢？不给有不给的办法。你们这次的行动路线都在我的监视之下，美国人是很值钱的，只是在你们这里完全体现不出来它的价值。交给我吧。你再交给日本人。黑仔哥，这点良心我还是有的。不光是日本人出得起这个价钱，如果这个人被共产党救走了，他们国军很没面子。戴指导员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对你无话可说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美国人我带走。黑仔，黑仔，不能让他把人带走，你不准走，让他走。谢了，黑仔哥。哼，嗨，小朋友们，这是什么动物？鱼。鱼，鱼说 ，fish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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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这是什么动物？大象。大象对吗？对。英文说 elephan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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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lephant。That's good。你是不是 fish？ 太棒了，你们都非常棒。那个是 cat， 猫，对，是猫。对，对，刚才说猫是 cat， fish。这么做太冒险了。放心吧，阿冯命大着呢，从天上掉下来都有土地爷给他接着。你怎么满嘴的封建迷信啊？哎，你怎么又挑我毛病啊？这不是开个玩笑吗？老那么认真累不累你？你还是跟那个科尔打个招呼吧，搞不好会出事儿。指导员想的就是周到啊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？就因为那天没有给你鸡汤喝，你生我气了？我不生你的气，
我们是军人，是兄弟，对不对？我过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明天我们就要送你去桂林了，回到你的联合航空队。哎，明天就要送我走吗？对。看来我今天晚上不睡觉，才能把这把枪做好了。啊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送你的人不是我们，是我们的友军。友军？是我今天看到那个人吗？国民党？我可以相信他吗？你相信他吗？他是我曾经的一个朋友。曾经的？那现在呢？不是朋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送你目标太大了，他们送你不容易被日本人发现。是吗？日本人确实不注意国民党。行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吧，明天早上准备出发。你害怕了？刘队长，我相信一个人的生死是上帝安排的，我们是军人。この忠実を並べくすため二人でさえも見られない、まさかあいつらはテクに略奪されて、せっかく手に入れた手が仮なんてなくした、伝わり広まったらどこかはいらないのか、こうつぶしに見られる。確かか？そうです、自ら見ました。それにずっとついていきました。松持ちを通る。はい。はい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パイロットの位置を把握されました。今すぐに通知しろ。麓の東と小塚の西大ヘリンで検索して必ず探し出せろ。すぐに。はい。Mr. Mai, Mr. Mai， 怎么了？我要方便一下。去吧，看好他。是。
チョ。走吧。走。捕まえろ、生きるのか。撤。原来这是你们的一个计策，你们的胆子很大，我挺喜欢。太妙了。这是调包计。调包计。嗯，这几个字怎么写？回头让阿彪教你。没问题。阿彪这次干得不错，是克尔教的好，美式中国话。麦剑锋那小子愣没听出来。哼，走吧。我的条子和枪呢？是啊，你的条子跟枪呢？你没把人带回来，还要枪？可我做了。你又没说一定要把人带回来。我这一票，成了你得给我钱，不成也得给我钱。你们跑江湖的都这么横啊？哼，今天你算见识，我麦剑锋在江湖上就这样。好，我给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欣赏你。好，不瞒你说，我来之前已经想清楚了，如果今天你不给我钱，我是不会加入你的队伍。但是现在你这么爽快，我瞧得起你，我认定你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大哥，小弟跟着你干。不过，我得去香港办点私事。好，条子和枪，我一样都不会少你的。你去吧。我以为你做事光明磊落，没想到你能借鬼子的刀来杀我。原来给过你机会，路是你自己挑的。你又来教训我，
我现在就想走自己的路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上尉军官，冉佩是我的长官，我现在是冉佩的人。还是那句话，路是你自己挑的，你想跟着谁就跟着谁。但是阿峰有一句话我得说在前面，如果有一天你跟冉佩一起作恶，我会打爆你的头。但愿你有良心，但愿不会有这一天。我们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后面的行程会有我们的同志保护你，你放心吧。谢谢，这真是一次跌宕起伏的旅行，每天都充满了惊喜，有一个礼物，这个送给你吧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叫它救命药，抵抗细菌感染的，很好用的，特别针对破伤风的，很多士兵都死于破伤风的感染，留给你吧。谢谢啊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礼物。还有？我们上次执行任务时投下了很多物资。大概是这个坐标。这里边是什么呀？里面有些轻武器，还有只巴祖卡。巴什么？巴祖卡 ,M1 火箭筒。这家伙够劲儿。火箭筒，嗯，这是好东西啊。啊，再见了，走吧。啊，这我知道，你们用它来祝别人升官发财，不错，我挺喜欢。你送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，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嗯，什么秘密？其实我啊，只是个少尉队长，不是少校。我早就知道，在我心目中，你跟将军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是。好，保重。保重。进去吧。归队后，科尔给我写了一封信。信中有三句话：你们是贫穷而伟大的军队，再见了，我们永远是朋友，鸡很好吃。自己爱的人写信，如果有什么话说不出口，可以写信啊。黑仔，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在干什么，我都想一直跟在你身边。我想要暂时更改，哭不出来，你怎么可以亲手将我们
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希望你不是游击队的刘黑仔，我也不是安锦慧的女儿。也许这样，我们俩就能够幸福的在一起。好一点，诚如山后的呼喊。哇，这样都能睡着啊？装的。别装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装了。上家法。哼哼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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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起来吧，别装了，我自己起来。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手干嘛捂着脸啊？脸怎么了？眼睛红了，哭了，我哭了，你哭了，啊，对，我是哭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哭？克尔走了，你不至于这么伤心吧？他不是刻了那个什么小木枪给你吗？哎，那个小木枪是送给小朋友的，谁拿来送给大人啊？他不是刻了很多把小木枪吗？就算刻了很多把小木枪，也不能送给大人啊，多丢脸！那小木枪刻了这么多把，为什么不能送一把给他呢？哎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了？好了，不是因为克尔，那是为了谁啊？哎，我的书呢？书？这儿。哎，你们都是冷血动物，没有感情的人。看书是可以看哭的，知道吗？啊！书都拿反了。哦，拿反了也能哭？哎，行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早上还要去水站交税。啊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睡觉了。这两天少出去吧，外面太危险了。除了去工厂上班，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工厂就不要去了。钱的事你不要担心。我自己可以养活我自己，而且我一个人也待不住。你出去，我不放心。没事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外面的情况你不了解，香港现在太危险了。那也得生活呀。不是这样的活法。我每天都在担心你，我一天看不见你，我就紧张。我很好。安娜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把你安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住。香港到处是鬼子汉奸。去一个安全的、安静的地方。就我们两个。安全的，安静的地方。有吗？有啊，只要你愿意，
我跟你去。我还以为你不想去呢。不过我有个要求。说。我想在临走前见一下我爸爸。不行，这个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现在日本人盯得太紧，你爸的周围全都是眼线，太危险了。可是我爸爸正在生病，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安娜，别的任何事情我都能答应你，但这个绝对不行。我全是为你好，绝对不能冒这个险。